加州中国国民党的美西南支部旗下的哈冈分部特别选在感恩节长周末为入党超过40年的党员颁发了近邻荣誉状，感谢他们长期对国民党的不离不弃。在洛杉矶的家人朋友，我们请他加入我们的国民党，我们特别需要新生力军加入啊，我们正是重视每一票，一票能够定江山。每这一票不单单投给我们自己党员，也投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选贤与能。哈冈分部常委邱淑贞表示，台湾在民进党执政后的所作所为，美国侨胞都有目共睹。相较之下，国民党依旧人才济济，只要能够团结选贤与能，仍有很大的机会可以重新执政。也因为局势如此明显，让他能在一年内号召到超过48人入党，不止每一票都很重要，也代表着美国党员对国民党永不放弃的热爱。东森新闻应用文用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